解决你的后手防守问题的小方法非常有效。网球，一个夹在脸上，一个肘部夹好，我们可以做空击，做各种击手模仿啊，做各种前手拳的，放松的，移动的，闪躲的，然后打沙包，你可以戴上手套，前手重拳，走，一直在夹着，经常这样的训练，这个问题就会解决好。